丁酒文化祭在指南宫主委敲响铜锣后正式开始。今年指南宫吃丁酒刚好遇到周末假期，所以涌入的人潮比往年都多了许多。庙方也做好充足的准备，让每位前来的信众都能享用到丁酒，分享土地公的福气。今天正月十六吼，是阮这个指南宫吼最重要的日子吼，元宵节第二天就吃丁酒。啊，阮今仔日过是礼拜六哦，休假日，所以人比往年都多。啊，阮指南宫，阮嘛知影讲今仔人较济，所以阮的食材吼有准备吼加几十趴的物件，所以那个鸡肉应该都准备了一万多公斤，啊，加一寡酒，啊，加素食的物件。指南宫吃丁酒的盛况全国闻名，许多民众也带领亲朋好友们一起参与。民众邱小姐说，很多年前就很想参与指南宫吃丁酒的活动，感受热闹的气氛，并向土地公祈求保佑。这次能够前来，感到非常开心。这么多年就听人讲，这个公办这个活动很好，啊，大家来这吼，就要登龙发大财，大家拢赚有钱。好，哦，啊，所以吼，哦，我今年再来体验朋友吼，哦，我的朋友都系在地，啊，伊都找我来，找我来遮体验，就我第一届来个遮体验，感觉袂歹，真热闹。每年都带朋友来，朋友都很高兴，大家都喜欢来，来吃丁酒，回去的大家身体健康，还有带来福气。这次活动吸引了超过十万人挤爆指南宫，县议员蔡宜柱表示。庙方人员与志工们一大早就紧锣密鼓地准备食材，感谢他们的辛劳，也邀请民众一起来指南宫参与活动。指南宫吃丁酒吼，是咱德山镇吼每一年的这个盛事吼，啊，大家有看吼，这现场吼超过十万人吼，啊，每一年啊拢和咱德山镇吼啊有这么多这的吼观光客啊来个咱德山吼。非常感谢咱指南宫委员会，咱的曾主委吼，甲所有的这些委员，啊，甲咱这些志工吼，啊，拢吼也未天光，都拢开始来筹备，大家都有时间吼，一定爱来体会吼，咱指南宫啊，食丁酒的这个盛况。议长何松峰表示，指南宫吃丁酒每年都盛况空前，吸引许多游客不远前来，欢迎民众有机会一定要到竹山。来体验指南宫独特的丁酒文化祭。记者卢宇凯，竹山镇采访报道。